请击鼓，哒哒哒哒。百货业者和韩国代表共同击响大鼓，期盼这次在竹北百货业者的大力支持下，能够业绩开红盘。挺过疫情，韩国农特产品巡回百货各据点，将韩流魅力带给新竹地区的消费者。저희가원농백화점과함께한국농식품전시회를개최하는게10년째가되는데요就是韩国人要介绍给台湾人的那些韩国的商品呢，这是他们的 AT 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的宗旨。农水产的金社长有说过，带进来的东西都特别注意环保卫生，还有这个品质都有提高，而且我们这次进了非常多新的产品，往年这个做韩国展都没有出现过。展期刚好遇上开学季，百货携手厂商一起捐赠书包还有饼干给新竹家福的孩子们，发动了一系列的二手童书的一个募集了有将近500册的童书，那我们在上个月陆续的分配到孩子的手上，那今天呢就进行了一个捐赠的仪式，以及呢在开学前夕的这样的一个书包以及文具组的一个捐赠，那也搭配了这一次的韩国的一个产品展，然后也厂商捐赠给我们韩国的一个时尚的一个食品一个饼干，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竹北大园把这样的一个安排来照顾我们大西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贫困家庭的孩童。长期追踪韩剧的消费者一定不难发现，百货特别严选和戏剧中相同的一系列济州商品，走一趟展场就像是去了一趟济州岛。记者万世莲新竹采访报道。